不是，这个怎么？对。哦，从电视里面爬出来的那个啊，对，二郎神旁边的那个，对，五个字，然后一个地方里面会有恐龙，就是那种恐龙的感觉，对，是一个地方的名字，两个字，中国的首都，对。有个游戏叫斗的吗？魂斗罗，我有没有玩过？不，又没时间了。一首可以直接唱吗？哒哒哒哒哒，时间到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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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金花台。对。偶像练习生就在爱奇艺。